上一次是我们《弟子规》啊，整个课程的结束，整个课程结束。那诸位家长，您在好几个月的学习当中，哪一句话对你的印象最深？哪一句话对你的印象最深？我们哪个家长说的？哪一句话？哇，这个时候要想很久，那就是没啥笑点。好，那这个今天的课我们就不上了。第一个弟子规还没上好，就是现在要进入第二个科目，就是家格言了。好，所以诸位家长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啊，最好每一天还是维持啊，早晚。把弟子规念一遍，让这一句教诲随时随地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提得起来，可以用得出来，这个很重要。有没有您学了弟子规之后，在你孩子教育当中最受益的一句话？最受益的一句话？一周一饭当自来水。一周一饭当吃来住，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提出这句话？孩子们浪费饭菜的来教育他，这个是有效果的。您是什么情况之下教育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中午在学生在学校吃饭嘛，对，就孩子浪费饭菜的时候，然后用弟子规和自家格言当中的这句话，是一周一饭当吃来住来教育他，告诉他这个饭菜来的很不容易。这位老师呢，他掌握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观念，就是抓住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平常的时候你要跟孩子讲一些道理，有时候他还会觉得你很烦。但是当机会点出现的时候，刚好是他最专注的时候呢，你把它点出来，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印象深刻，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啊，就问小朋友说，请问你从哪里来的？孩子说什么呢？从厨房来的。好，那再问下去，厨房又从哪里来的？去市场买来的。那孩子很少啊，一下子就反应到嘛，农夫种出来。所以呢，透过这个老师的引导之后啊，他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农夫种出来的。好，农夫种出来以外啊，又问小孩子，请问稻子要多久才可以成熟？多久才可以成熟？就让孩子呢长这一方面的知识。但是除了长知识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他看到农夫的辛劳，甚至于是呢这一件事情过程啊，还需要很多人的配合，才能够把好吃的饭端到我们面前的，所以农夫耕作要几个月，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的语文又可以教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你看啊，今天你假如对这一些做人的道理，比方说他应该懂得节约东西，应该怎么感谢别人，这一些做人的念头啊，他假如放在心上，你一出去玩的时候看到农夫，能不能就地这个机会点就把它引出来？可以哦。所以当你的孩子对这些道理啊能够记在心上，每一次你出游的时候都有机会教育点可以出现，都有机会教育点可以出现。好，我们一个朋友在爬山的时候啊，还会注意到，这个不要去把人家的家破坏掉了。这个呢，
因为有很多蜘蛛网，你只要一过去把它整个都把它弄掉了，那它可能七厘米只剩。哦，他在登山的时候还记得，凡事勿皆虚爱。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孩子，你今天啊，到了这个山上，谁是主人？啊，山上谁是主人？我们毕竟是什么？客人。客人。哪有客人到人家家里面去大吼大叫，给人家翻东翻西的？有没有这样的客人？不行，对不对？啊，这个山上的动物啊，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是客人。客人要有客人的修养，所以呢，到大自然当中呢，不要去破坏植物，破坏动物。那诸位家长，您不要看，不要破坏跟植物这两个动作，更重要的是什么？孩子有这份童心呐，他的心呢，懂得呢去体恤别人，他就不容易啊，感受起来很暴力，很暴力，很这个，很。就是只要他不高兴，就喜欢去破坏的这种心境就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很多孩子的行为，你要让他内化在心中，内化在心中，等他有那一份爱心，他自然而然会处处替人着想。当他细心到哈，这个在大自然当中都不愿意去破坏这些植物跟动物，难道他会伤害生活的人吗？哦，那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好，所以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教育你孩子很重要的时机。好，我们每一个家长要提起啊教育的敏感度。敏感度，因为啊孩子很多对人的态度，对事对物的态度，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行。您说孩子一份感恩的心，有没有？你今天跟他讲一句之后，他就感恩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哦，这个教育是什么呢？潜移默化之功，所以不可能就讲一次之后，哇，这个孩子马上说，妈，我懂了，我从此以后就做到了。哦，假如你的孩子是这样子的人，哦，请你通知我一下，哦，我们会免费栽培他。江山代有闲人出，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出来好好救国救民。那怎么救国救民？救国救民这一句话有没有很空洞？有没有跟你距离很远？您觉得呢？这位妈妈，你有没有在救国救民？有，来掌声鼓励一下。相信他的回答当中一定有包含，他把家庭弄好，其实就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哎，太好了，我们听到家长这样的语言都会很感动。好，很感动。好，我曾经听过这个一个家长，他跟我说，我的儿子哦，纵然不能哦给人什么帮忙，最起码不能造成这个社会的负担。这种态度我都很觉得很。都有一份责任心在，相同的，一个家长对社会有这种责任心，他的孩子潜移默化学到什么？所以家长，你不要说孩子怎么没责任心，你点滴都在教他责任心。打一个比方，刚刚从外婆家回来，他的妈妈马上打一通电话给外婆。是不是责任心？是责任心。孩子有没有学到？有学到。所以，其实教育里面还是不外乎那句话：言教不如身教。好，言教不如身教。好，言教则送。你只是会说没有做，终究孩子看了之后啊，看你言行不一致啊，他最后怎么听你的，你就跟他吵架。身教子从，你都以身作则给他看，他就会学习。
她怀孕的时候啊，睡得很少，结果她儿子现在也睡得很少，一种习惯。那这个诸位家长，这个《弟子规》的学习不可以中断，每一天还要念哈、哦。然后呢，这个学问呢还要长期熏习。什么叫熏呢？就好像那个点燃的香，好、哦，拿一件衣服啊，你慢慢用这个香给熏熏熏，熏久了就越来越香。所以呢，我们第二次的课程、啊、也希望诸位家长啊，继续对《弟子规》更深入。你越深入啊，你在生活当中才用得出来，才用得出来。比方说“勿畏难”，来，我们来想一下这句话：“勿畏难”，不要害怕困难。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整天，在工作当中有没有畏难？在教育孩子当中有没有退缩？甚至于在孝顺公婆当中有没有畏惧？好，这个都是你在练功夫啊。学问在哪？学问在生活当中才真正能够看得出来。学问假如是只是背的，不是做的，那是空的东西。所以不要听过说啊，蔡老师讲过一次了，我听过了，就不继续来听了，还是要继续听。我这个听课啊，比方说听一个了凡四训，啊，听人家讲了凡四训嘛，我可能都要听个七八遍。听到呢，自己呢很多的部分呢都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今天来看啊，尊子子家格言。啊，朱子呢是一个指一个朱伯鲁先生，啊，我们简称他叫朱子。在古代用这个子啊，基本上呢都是什么样的人才称子？学问很好的人，好才称子，所以我们有孔子、孟子、荀子，很多的有学问的人才称子。好，好，那这个朱伯鲁先生啊，他把他自己教孩子的经验写成这一篇文章，好，写成这一篇文章。那这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这么重视他呢？那是因为呢，我有一个长辈啊。听过课的家长对这个长者，我这个长者你们应该很熟悉，很熟悉，就是卢叔叔啊，这个卢先生。这个我这次假如回台湾啊，看能不能请得动他，请得动他来这个海南走一走。有一个朋友刚刚打一通电话给我，他说呢，他这两天呢、啊、认识一个人是黄宗羲的后代。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大儒。然后呢就聊了一会，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好不容易遇到这个大这个读书人的后代啊，他一定有很多家教会传承下来，那你赶快问啊，他们家怎么教？不然你前面一块宝你都不会挖。我遇到卢叔叔的时候，我就赶快挖宝。你都怎么教孩子的？不然我自己又没有孩子，大谈跟人家大谈教育哈，实在有点这个很恰当啊。我们就是必须要怎么样，透过这些有经验的人累积下来的经验。当然我虽然没有生过孩子哈，但是呢，我带过很多学生。也有好几百个学生，所以也是透过我带孩子的这些经验，然后包含一些他教孩子教得很好，我一定会问他，你怎么把孩子带好？卢叔叔曾经给我举过两个例子，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他的大儿子不吃饭，在那里闹脾气，怎么办？那他的太太马上呢，那个姿势摆好了，要过去什么？拜托啦，再吃一口啦，那个姿态已经出来了。
制药上来，你制药底下，这个卢先生马上用眼睛跟他太太示意，你给我退下。好，这个不要插手。好，这个基本上男性啊，比女性啊要理智一点，这个叫基本上啊。但是呢，近代啊，慢慢有一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男人近代呢比较少接触做人做事的教育，所以他的理智啊慢慢在失衡。那又加上呢，父母啊又是单独生子，又特别宠，一个人只要被宠，他情绪化的一种个性啊会被助长。所以你要仔细去观察很多的变化，跟近代男人的变化特别快。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女人说找不到好的对象，就是其实她有她的脉络在发生，绝对不是偶然。所以您看一下一个学习的现场，一个学习的现况，差不多八五成都是女性，都是女性。为什么男人还没长学问呢，就已经对学习的态度不积极？不积极。一个人假如情绪化，他会伴随着什么？傲慢。为什么？因为情绪化的人只看好恶，喜欢就好，不喜欢就不要。所以他情绪应试啊，理智慢慢就释怀下来。所以现在古代有一句话要改写啊。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呐、啊，难养也。”好，但是这句话的重点不在这里啊。很多人他听话都断章取义，都断章取义，那个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的重点在后面那一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接近他，女子跟小人的意思就是说，你接近他呢，他就爬到你头上。好、哦，还出去外面说，哎呀，谁跟我很熟啦？什么就在那里用你的名声怎么样，到处炫耀。好、哦，你太接近他呢，他就这个拿着鸡毛当令箭，好、哦，到你家很随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近了之后他会随便，你远离他呢，啊、哦，他一定开始讲，你看那个人很帅，他就在后面就开始怨你了。好、哦，所以什么样子的人？会亲近的时候随便，远离的时候又抱怨你的，那个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种只是自私自利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小人必然如此。但是为什么那时候孔夫子要说女人？因为啊，他那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叫做男子，男子，男子是魏国国君的太太。然后呢，行为很不检，很不检，啊、哦，所以孔夫子就一直跟他保持距离，啊、哦，所以他就很不高兴。那后来有一次呢，见了他之后呢，他又得寸进尺，啊、哦，所以呢，孔夫子只好摇摇头说：“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女人在那个时候啊，有没有读书？没有读书。就是大部分的女人没有读书，那一个人没有读书啊，他对于这个事理就不可能很清晰，是不是？你没有读过书的话，他哪知道说奉养公婆，哦，或者是教育孩子这一些理念，他本身没有形成，哦，所以教化这一个人相当重要，哦，但是只要他家教好，那这个女孩子她也是会非常懂分寸。分寸，好，所以我们在听一些话，你把它的本质听出来，好，不要在这个话的表象，在那里觉得高兴不高兴，所以听话要从头听到尾，不要转中间出来，这样你容易呢把事情听错，也容易发生误会，好，发生误会。好，那这个卢叔叔这一次呢，他的孩子不吃饭，好，他就说好。吃完的时候说好收掉，孩子第一次不吃饭，每一个第一次很重要，
胜于喜。谨慎，你越谨慎啊，后面就越不会有状况发生。那你前面呢，随便的，那你后面就很难收拾。现在很多女孩子跟男孩子就觉得要赶时髦，没交男女朋友好像很丢脸，不然先交交看，好不好？这样好不好？不好。突然感觉到后生可畏，是吧？你要谨慎。你看现在很多的男女交往就是。出问题都在这里，他一开始不慎重，反正交往一下嘛，结果一交往之后，可能对方就不放过他了，这个时候就缠绵，就很麻烦。好，所以你一开始越谨慎，后面就不容易状况发生。好，状况发生。好，举一个例子，假如现在你在工作，在上班，突然你的桌上放了一张情书。现在是男女关系啊，搞得不是很好，课本里面都没教。来，你那个大学毕业以前知道男女怎么交往？有人有听过课这种课的举手。你看我们人生有多少摸索啊，累不累？摸对了还好，摸错了现在还在尝这个承受这个结果。没关系，不要把这种遗憾在下一代当中发生啊！不要再把这个遗憾在下一代当中发生。好，我在教这个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有动力？因为我就是摔得很惨的人。我念第十多天，念到泪流满面，突然觉得说走了这么多冤枉路，我不希望在我的学生身上重新。这种是一种人生的使命，也是一种责任。不然你自己跌倒了，然后站在旁边看那个洞还有没有人要踏进去，那不是太缺德吗？是吧？好，应该做一个牌子立在那里。好，这边前面危险。好，这个很重要。好，所以这个胜于死。当你桌上发现一封信，不知道谁给你。要不要打开？要不要打开？这个叫随时随地要保持冷静，你不要偷笑。哇，好久没收信了。哦，不知道谁寄给你的，又放在你桌上，显然是你附近的朋友给你的。哦，同性的话会这样吗？同性会这样吗？同性假如这样，那你也不要开了。现在有同性恋群众出现，虽然我都还没有遇过一个，所以我们男人啊，不能缺乏阳刚气。好，所以你不确定，有可能是这种情感方面的，切记不要打开。一打开了。你能重新恢复到本来的情绪吗？好，把它放下去之后，丢到垃圾，胜于死。好，所以不只是教育孩子要胜于死，你很多做事啊，一定要考虑到恰不恰当。很多人找人合作都说先试看看，到最后呢，要拆伙也不是，不拆伙也不是。所以你找对象啊。找任何对象都应该谨慎为之，看人要看准。诸位家长，你学会看人了吗？摇头。那我上面几个月白讲了。用什么看？弟子规看。你不要慌了，都没标准，找不到尺，马上弟子规圣人训就出来了。弟子规一定可以让你看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跟你打包吗？好，所以世人观人的能力重要，难怕入错。
的价值。所以这个卢叔叔对他这个孩子啊，收掉不吃就算了，所以呢没有顺他的脾气，所以这个明白告诉他发脾气是不可能解决事情，发脾气是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后来半夜就饿得半死，就起来自己爬起来找东西吃了，下一次敢不敢？下一次就不敢。所以这个也是胜于死。那卢先生有跟我讲过啊，这一篇治将格言非常好，可以好好的拿来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好，那《朱子治将格言》里面的教诲啊，基本上呢，跟《弟子规》是完全相应的，完全相应的。那在教这个的时候啊，卢先生有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说他在教孩子的时候，兄弟姐妹都骂他，骂他什么呢？哪有人教孩子像你这么严格？好，真是虐待小孩。好，就批评他，每一个都批评他啊，连他的父母啊，也批评他，不能再教小孩太严格啊，把我孙子教得这么严格。好，注意哈，很多人当爸爸妈妈还很清醒。当爷爷奶奶就不清醒，为什么会这样？那请问他在当爸爸妈妈的时候是真正清醒吗？真正清醒的人，任何时候都会清醒。所以很多上一代的父母啊，是靠什么？靠福气养孩子，不是靠智慧养孩子。以前的社会环境淳朴啊，他自己又没有为非作歹，又工作努力，孩子从小看到了，个个都很孝顺。他看到现在说，我都没有这么教人家，你们都很孝顺，你们现在干嘛要教得这么严？这样讲对不对？好，诸位家长，你要有洞察很多客观状况的能力，不然啊，你讲不赢人家，你也论不出个道理去。因为环境变化太快速了，所以那个时候民风淳朴，社会都有对孩子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是不止没有好影响，都是坏影响。所以您在这个时代啊，能够把孩子教好，以前为人父母的人都跟你竖大拇指，你真是实力坚强。所以你没有相当对于这个教育孩子正确的观念，你不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把一个孩子教好。我可以敢跟你打包票。好，因为现在父母也受社会污染，孩子也在受社会污染。这个时候你不带出一条正确的路，孩子是不可能学到正确的路。好，所以这个卢先生那时候很严格啊。后来他的孩子差不多十三四岁的时候，哇，他的爷爷跟奶奶开始说了，哎呀，这两个孙子啊怎么这么乖啊，开始征战了，开始征战。作为家长，你在做一件对的事，要有所坚持，您能够坚持对的去做，你就能够体会到孔老夫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会很伤心，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做才是对的，不是要人家啊，你真棒啊才开始做。哦，没有任何掌声的，我们也做得呢安安分分、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显出来你是有智慧。所以他的爷爷奶奶开始称赞这两个侄子，他所有的兄弟姐妹啊也开始另眼相看。后来啊，这孩子呢，二十几岁之后，那变化更大。他的兄弟姐妹所有的孩子的问题啊，都必须跑来找这个叔叔、找这个舅舅处理啊。他的姐姐来跟他讨教训啊，完蛋了，我现在这个儿子怎么办？赶快救救我这个家吧！你知道，到那个时候要解决好不好？解决。到那个时候都是要采取很多必然的手段。母子关系要保持距离，不然你的钱会被掏空。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你那时候就叫天天不应了。好，
所以呢，夫子之家所以说，一未雨啊，而绸缪啊，你教育孩子啊，也要能看到我现在所教的这些东西对孩子往后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影响。你到底能看这个影响性，是看到三年、看到五年，还是看到这个孩子二十年之后？你有没有这个洞察力？还是你现在教什么也不知道他学了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假如你是不知道做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那你就像是在走棋一样，你是走一步啊，看一步啊，这种棋走下去啊，必然取棋不定。但是你很清楚了解到，孩子的德行必须从孝，必须从勤劳，必须从友爱，这些正确的人生道理长期扎下去，那你走的时候坦然，也很明白，你就不会有那种着急的感觉。所以自己要心里面要很踏实，要很了解怎么教，你教起来才聪明。教起来才聪明。好，所以生与死这件事，在你的教育当中，往后啊会随时会用得上。你要要求你的孩子做对的事，千万不要想明天再开始好，下一次再开始好。你假如常常这么想，那你常常去白起，孩子会对你攻城略地，得寸进尺。孩子的理智啊，不是小时候形成，孩子的理智啊，是长期家庭教育学家就会慢慢灌溉而成。所以你不要说现在啊都强调平等，所以孩子啊从小我就要跟他平等，这样讲对不对？你看孩子也摇头不懂，爸爸妈妈懂得比我还多，怎么可能跟我平等？一定是我跟爸爸妈妈学习嘛。好，所以很多的家长是这样，啊，要出门了，两岁的孩子，穿这一件好不好？穿那一件好不好？从小就是穿衣吃饭都要问他，再吃一口好不好？再吃两口好不好？你难道可以回答到每一个都是给你好吗？他情绪不好就给你不好，拜托啦，再吃一口啊。那你跟他的互动关系会变成什么？是不是？很多的家长说：“哎呦，现在孩子都讲不听了。”啊，我说人生要常常什么？常常倒带，倒回去啊。好，我们讲第一句：黎明积极，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从小啊，训练孩子勤劳。好，训练勤劳。他现在孩子八九岁了，很懒。他是生出来就懒吗？把你倒带回去看看，戏怎么演过来的？人的理智在哪里？理智当中哦，有一个思维最贯彻，哦，你们随时随地呢可以把它提起来的话，那你是比较有理智。什么理智呢？从果推因，这个是理智思维。从结果啊，把原因找出来。举一个例子，你现在啊，第一次布下去的种子啊，长出来的都是烂的东西，代表什么？种子怎么样？下错了。啊，你都知道种子下错了，要不要下同样的种子再下去？是不是？请问你是不是有很多人错误的种子继续下，然后一直在那里，他怎么都这么烂的，烂的这个收获？他只在哪里看？结果看，是不是？他骂孩子没有礼貌，那我们自己在对长者讲话有没有礼貌？他也没去看这个原因。所以一直在结果在那里抱怨，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怨天尤人，就在这里，
他只在原因里面患得患失，跟人家比来比去，然后自己很痛，都没有从原因下手。别人的孩子为什么养得这么好？别人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有礼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他假如肯去理解人家怎么成功，怎么教养孩子，他自然而然慢慢会怎么样？下对种子啊，种子一下对，当然后面再长出来的会怎么样？会是好的结果啊，这个叫理智啊，好、哦、叫理智。所以呢，勤劳是一个结果，懒惰也是一个结果。孩子现在懒了，原因很多啊，懒是习惯，因为你从小没有让他养成劳动的习惯，他一定懒。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又让他电视看太多。电视看太多啊！你有没有看一个人一天、哦、看电视 看三四个小时，然后他很勤劳？你去观察一下，电视太厉害了。你一看下去的时候，你的脑筋啊不会思考，就在那里这样一直看，看多了就整个人的状态就懒散下来。好，这个人啊、哦、要练专注，还是要看这边讲课。不要看差嘛，刚好这一句话对你最重要，你就没听到。好、哦，这个读书法有三道，心、言、口、信皆要，不是读书法，听课也一样。眼、心要集中，好、哦，你这样才不会受影响。我、哦、举一个例子，哦，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走过去，很多人就有没有？假如是你在讲话，你什么感觉？啊、哦，什么感觉？第一个，你不够专注；第二个，对人家失礼，是不是？所以你随时举手啊，都在反映你的心理状况。好、哦，你假如很专心，听他怎么会这样？我又走过去。好、哦，当然了、啊，这种定性啊，也是一种习惯，是你训练出来的。所以很多在市面上卖的书说，哪一个能力很重要？倾听啊，倾听是不是人际互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际互动？你很倾听知道吗？哦，对不起，这个两地的。我每次说企业啊，他们就，我说企业啊，大家比较听得懂，倾听哈。倾听的。对方会有被尊重的感觉，好，无形当中呢就觉得跟你啊谈话很愉快，说不上。但是就是很愉快，这是很微妙，因为人跟人在互动，绝对不是只有言语而已，还有你的心境，还有你的态度，都在互动。那刚刚是讲到这个，要把原因找出来。那一个人的勤劳从哪里下手？黎明即起，黎明是什么？一大早。为什么黎明重要？一个人假如睡到九点多十点，他会不会很勤劳？会。一个人啊，你说君子有一句话叫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有没有听过？君子道消啊，小人就道长。任何啊的学问啊，任何的人生哲理啊，你把它配那个大学来看，哇，能缩小能放大，小大呢自在。怎么说啊？请问这一句话用在哪？君子在哪？小人在哪？
从哪里开始？修身的时候，谁是君子？好习惯。啊？好习惯是君子，坏习惯是小人。好，有一个小孩在那边写作业，在那里写日记。这个小孩这一篇日记写得很有特别。发生什么事呢？有一天呢、他在敲他妈妈的门，敲他妈妈的门，结果、他的奶奶刚好走过来，可能是要叫他吃饭还是干什么。这个小孩顺口讲了一句话，用广东话讲：“别吵，国仇是吧？”他就叫他别吵。哇，他妈妈在里面听了之后啊，马上觉得不可以。诸位家长，胜于死难啊！你一有抓到孩子不对的，一定要当下对峙，当下引导他，不要到时候他都养成习惯了，就很难治。哇，他出来之后呢，他就跟他孩子讲，他说：“赶快跟奶奶道歉。”孩子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肯讲。怎么办？7岁的孩子，你看现在孩子脾气怎么这么大？那个腰怎么这么硬啊？我还在研究当中，我的想法是什么？可能胎教真的太差了，胎教太差。现在要找到脾气很好的父母嘛，很难找。所以他在胎里面就学坏，真的。昨天还有一个家长问我，前天呢，他说这个孩子7、8个月而已，脾气就硬得不得了，很固执。我还打过他，他问我应不应该打。你要回答这些问题要很谨慎，不然你会名声毁于一旦。就跟他说啊，诸位老师做参考。我说这个孩子啊，你骂他两句，眼泪就掉下来了，要不要打？怎么跟他打？他念两句他就很惭愧了，眼泪都掉下来，你还打他干嘛？是吧？但是这个孩子呢，啥都没感觉，就只有对这一根棍子有感觉。那你就看着办吧。我也没说可以打。好，所以还有一个标准啊，什么时候呢适合处罚？你处罚他的时候啊，他还会往你的怀里钻，啊，你一边打他呢，啊妈妈还会抱着你哭，就可以打。好，当你打他的时候呢，他都是斜着眼睛看你，你继续打嘛，打死我都没关系。那还能不能打？不能打，你继续打，他跟你结冤仇。好，所以这个分寸拿捏好，要自己去抓那个尺寸。好，抓那个尺寸。好，那什么时候管教下来越好？最越早越好，你能够2、3岁就能够管得井然有序，也很懂规矩秩序，那是最好。6岁以后要再管，不容易。我看在座的诸位家长可能超过6岁的蛮多的。6岁之后啊，你要有更高的智慧去管你的孩子，甚至是用什么？用你的品德，用你的一种魅力啊，人格的魅力啊。影响他，他也不困难，所以我们说，教育孩子，从萌养正，还是尽量让他很多正确的态度赶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孩子啊，马上跟他奶奶也讲不出道歉的话，僵持在那里啊。你看现在孩子真是会撑，他妈妈总不会现在打他一下也不恰当吧？马上呢，把他奶奶请到他的房间里面，
请到房间里面跟奶奶讲了一句话，因为这个奶奶在旁边做什么动作呢？算了，就一直在叫他媳妇啊，没关系。他看这个情况，赶快把他的这个婆婆叫到里面来，他当场跟他婆婆道歉，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把我的孩子教好，对你这么无礼。结果他儿子在外面听到，当场怎么样，眼泪掉下来。我说这个妈妈会教。他把一个孩子的羞耻心把他唤醒，但是你从这一件事情就看到他奶奶对他太宠，所以你看到、你宠这个孩子他会尊敬你吗？不要再傻下去了，你只要用错方法你绝对吃不到甜头。好，所以唯有你用对的方法，他又敬你又怕你，对你有敬畏之心。结果这个孩子还是不道歉，他就说你，我晚上也写日记反省。他日记就写，我呢里面呢有一个好的我，有一个不好的我，两个在那里打架。好，晚上就写这个文章。好，所以诸位啊，一个人里面呢、就有君子，就有小。你的好习惯就是君子，你的坏习惯就是小人，你向善的心啊就是君子，你向恶的心就是小人。好，又有一句话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好，请问你现在在划船的时候，旁边的朋友是把你拉下去还是帮你往前推？所以你要搞清楚哦，交友重要哦。一个人学问要增长，要有好的老师，还有好的朋友。你今天拜弟子归为师，要常常能认这个老师，随时要把这个教导提起来之后啊，旁边要有朋友多跟你切磋，多跟你提醒。我们有时候情绪一低潮啊，又钻牛角尖的时候，打个电话给这些朋友，可能几句话你怎么样，心就开了。好，所以我们《礼记·学记》篇有一句话：“独学而无友。”好，独学而无友，而没有好朋友。你不要蔡老师这么讲，好，我要去交一堆朋友。听话要听重点啊！这个友是善友还是义友啊？孔子说：“义者三友啊。”有词有量有多文，朋友正直，有词有量，朋友呢心地坦然，又懂得包容别人，有词有量有多文，这个朋友呢又饱学多闻，是饱学之士啊。饱学之士不是懂很多有的没有的哦，最主要还是做人的道德。你这个朋友呢对股票的知识很好，你要不要常常去接近他？要不要？不要。股票说穿了还是赌。好，到底多少人真正赚钱回来？多少人？人哈、只要贪念一起，他就没有办法在他的本分工作当中做。我这个本分工作不是只有公司哦，还有家里。还有孩子的角色，很多的角色，他就说，你看很多男人呢，事业心一重，回到自己家里故乡啊，不先去看父母，先看谁？看那些可以攀关系的这一些朋友，看可不可以一起搞些东西出来。好，所以攀恋一起很危险，很危险。好。所以这个独学而无友是真正的好友，是真正的能够呢劝进你，能够呢提醒你的朋友。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好，我们
就显得好像什么都不懂。所以人要选择，但是李白也有一个遗憾，他说什么？人逢知己，这是不是李白说的？是吗？是不是？是吗？秦老师，你的表情好像告诉我不是。人逢知己千杯少，是谁说的？七言，对不起，我走。这个李白不是去抱怨那个淹死的吗？好，人逢知己千杯少，有这句话我们就不考是谁说的了。好，所以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呢，你怎么交到好朋友？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叫做众星拱月。你把你这个月亮擦亮，好，擦得很亮，星星怎么样？靠过来。这一个很重要，这个观念很重要。你不要自己还去跟人家攀比累死，你把自己修养好，自然的，暗内含光是吧？好，这种德行的光芒就会散出去，人家自然而然欢喜跟你在一起。好，欢喜在一起。好，所以呢，在修身方面呢，也有君子，有小人。再来呢。齐家有没有君子小人？啊，家庭里面有没有君子小人？没有。你们家都是好，我看得出来。所以你讲话或者讲课啊，有时候呢。比较从三岁到八十岁，实在不是很好讲。好，所以很多那个家长课啊，我就会建议啊，家长自己来，是吧？有时候我们要把一些问题点出来，那点出来就是一些错误的状况，那时候我就会，有孩子在的话，就是很恰当。不是我们这个小人常欺欺，我们还是很尴尬。但是话听话的时机啊，讲话的时机还是有差别。好，所以人要敏感一点。好，很多人在孩子面前就在那边讲那个三三四四五五六六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他呢有一天就发现了，就来刚好来上课，他就留下来。他说：“蔡老师，为什么我的孩子净看别人的话？”那假如是你的朋友，你要怎么劝导？假如他很直率，你可以当头给他一个棒子，就是口无遮掩啊。讲话的时候对这一句话出去，周遭的影响他没有敏感度，所以孩子啊，无形当中啊，听这些语言习惯。你相不相信啊？讲话也是一种透过你耳朵的习惯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孩子讲话都从哪里开始学？听觉，所以你看那个耳朵听不到的人能不能讲话？不行。所以你常常都是听经典哈，好，有空没空呢？这个《弟子规》啊，《孝经》哈，《四书》呢，这样放，好，放了两三个小时，好，晚上就这样听，可能早上出去跟同事一聊起来，就是子曰什么就出去了，你相不相信？那是一种讲话的频率。所以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孜然之肆，久而不闻其香。你长期在这个气氛之下，你早就都被感染，你的言语、你的动作都被感染，好，都会被感染。好，所以这个齐家当中啊，有君子，有小人。有一个人，他呢，家里面有多少人？超过一千人，好，超过一千人。那明太祖啊，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明太祖知道他们家这个刘老师，是不是明太祖？明太祖是？这个是
蛮多的。好，没有超过一千个就是他们。后来那个明太祖啊，拿了两颗水莲，说这么厉害，可以维持1000多人的家庭还那么和乐。哦，他皇上考他，分两颗水莲，看你怎么分。你一个家庭假如不公啊，怎么样？话就出来了。哦，我们闽南话讲分袂平啦，分不平啊。哦，一分不平呢，你看上千个人有700户家庭啊，到最后会变怎样？他们好像是七代同堂。结果呢，这个最大的人呢，他就拿两颗水瓶怎么样？拿了两个水瓮，把水瓶打破，水瓶一打破，汁怎么样？就落在这两个大水瓮，来，每一个人都喝一口。每一个人都有份，哦，这件事情传去给皇帝了，皇帝很乐，哇，不简单，他就问他，请问呢，维持一个家能够这么和乐，要注意什么？啊、他跟他讲一句话，不听父言。现在有这个听的不高兴了，这句话跟我们刚刚的那一句话有点关联。唯女子与小人难相处，重点在哪？重点在假如妇女本身不知书达理的时候，她的私心一起，情绪一起，就很容易什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嫌隙就会产生，一些计较就会产生。好，所以他说呢，不听妇言。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叫做。听某代表夫啊，有冇听过？阿妹啊，听过没有？因为我这几天刚好在福州跟厦门，终于遇到一些闽南人，就比较有共鸣。他就我就说，请低压早，他以为请某不好，那个请低压早，又请将不好，他说请某差人，哦，都有进步哦。还有这一句，他就接不下去了。所以你看哈、哦，很多的话你要听他的本质，不要落在情绪里面。哦，我们闽南话说“听某代表夫”，就是说听太太的话是大丈夫，是大丈夫。怕某低高武，打太太叫什么呢？猪狗不如啦，叫低高武啦。哦，就是听太太的话呢是大丈夫，然后呢打太太呢是猪狗不如。什么时候听太太的话？太太的话，假如公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你要听你太太的话，总不会结婚20-30年只听一句吧？一定是呢，相处的过程知道你的太太的为人，哦，她讲话也很客观。当你自己在抉择的时候呢，她是旁观者，给你的意见你要仔细听。为什么？以前的。懂事的这个妇女啊，那是什么？相夫啊，孝子，哦，这很重要。男人一生绝对不可能没有观察，绝对不可能没有挑战，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太太的角色很重要，角色很重要。所以呢，养兵千日。我怎么讲这么好的话呢？把我记下来。你要谏言你的先生啊，要养兵千日，一未雨而绸缪。他对你的信心啊，你要在平常养好。等真正他有状况了，你一讲的时候，他才会重视的。好、哦，平常你啰里吧嗦的，关键时候能不能用上？用不上。好、哦，所以这个重要。好、哦，他的意思就是呢，这个妇言在我看来，我不会说是女人说的话，这不是重点，什么呢？挑拨离间的话绝不能听，不然你家里就是失和。所以我们君子九思有没有听懂？我们家长还没听懂吧？这一块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展开来讲一讲？再这讲一点啊？这个诸子之言可以再讲一点的。好，很好。来，给这位家长掌声鼓励一下。
学而不厌，学了还深度要再扎，虽然已经听过了，但这个很重要。事实明，心是聪明。各位家长，你看中国的每一句话，无量义，经典的话，是不是一个意思？你看这个九十，你要解的多广就有多广。